呗，但我总觉得最近训练达到了瓶颈，成绩怎么都提不上去了。所以呢？高手代练呀！代练？你以为是打游戏呢？50块钱一小时。老叶说了，在短期内提升成绩最好的方法就是找高手代练呀，最管用了。高手这句话倒是没错，行吧，考虑一下吧。这上回有人骗我生病发烧的事儿，怎么算啊？行，我带你练。不过那天那事儿，一笔勾销啊。一言为定。297，298，299，300，起来。高数你可以找人辅导一下吗？老叶和欢欢自己都忙不过来了，哪好意思再麻烦他们？要不我屈尊辅导一下你？你？怎么着？我不够格是吗？对啊，你一直是个高阶学霸。那我就正式的把自己托付给你了。听着这话，你是要把自己嫁给我呢？不是我，你调戏堂主。这一秒像谜一般的味道，是你给我的讯号。你的微笑像海岛微风暖暖围绕。第一次确定你的心，不能相信是。